12点钟哦，好像起床了哦。真的真的真的。哎，正前方哦，那我们再看一次，我们就要离开了哦，因为回去还会有快一点多了哦。快一点的啊，应该超过一点了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好像起床了啊、哦！上了呀！好，来，我们呢、差不多要离开了，因为回去啊，哦，快应该差不多一点多了哦。哎，我们要刚跟这个飞雪海豚啊说拜拜喽。真的很多。我们回到龟山岛啊，大概还要十分钟左右了啊、哦。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